看这个天，阴的好重，看来等一下有暴雨。我赶紧把我小的接出来了，是乌云又是打雷的，等一下可能有暴雨，我把我小的赶紧接出来了，接出来先回家，然后晚点再接我大宝。你看这个脸肿的哟，今天还是这个样子，还没好，疼不疼？啊，行了都，雨天雷声，回家。看到我妈在摘这个，这又跑过去又要帮忙。说的好听点，能不能摘三个都一回事。在这个，在这边，哎呀，还有宝宝懂事啊，找不到宝宝懂这个。那个啊，这个，哦，脸肿的。好多了没？啊，没好啊，今天哭了没有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哎呦，疯子好跑啊，怎么就不断了？啊。你给我单位摔下去。你给我当你当扶轿子推死了，你看，你是帮忙的人吗？萌萌，那个脸肿的。啥果子啊？有你还知道果子啊？第六，我说我妈种的这个荷兰豆。对。现在都老了都，都长豆子了。里面都鼓鼓的了，摔跤不被？哎呀呀呀呀呀，根都能被你拔出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下面有个，下面有个。这没熟。嗯。可以摘就摘。啊！哎呀！哎呦！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。还吹一种线。小小的种。嗯。现在都。给你了。老了这些东西，你看里面可以扒豆子来炒豆子吃。嗯。对。这个给我。这个不给我睡觉。好苦。咱奶奶。这个嫩的时候炒了也好吃哈。嗯。咱老人炒一顿吃，嘿。来，放奶奶那个篓子里去。太嫩了，你不能摘。干来干来干来来来，哦，别掉水里去了。啊，这没了。哎呀。这边还有一溜，这溜都叶子都黄了，死掉了应该都。妈妈在这个玩的。给你做派呀！不要咬啊！啥都往嘴里塞。你。那能我去马上打电话，他要不要我接？不是这个脸今天怎么是更严重啊？怎么这里都是肿的呀？是不？这个下巴都肿了，感觉。哪里这是？咋啦？走呀！走啊，上车。我是坐上了吗？上车，赶紧上来。这边我走了。这不是座位吗？走不走？车来了。下雨了，这雨啊，从上午一直搞到现在来了。这晚上下起来了，那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，灰蒙蒙的一片。哟，好大！这下下天都也开亮开了。皮皮，好好待着。